我在前几天跟华光智仁大学的佛学院啊学生上课的时候讲到十轮金刚的戒律，在两年前师尊到英国啊真度雷藏寺做法会，然后他特别在去以前有讲要到那里啊讲解十轮金刚，传授十轮金刚的戒律。那我们大家就非常的这个紧张兴奋啊，不论如何都要去参加，要去听闻十轮金刚的戒律。那时候我有一场法会要去传，我都取消了，特别赶去英国。在英国如果你们去过就知道，什么东西都贵，地方都小小的，住的地方小小的，厕所小小的，马桶小小的，也不是马桶，洗手台小小的，马桶不能变成小小，不然怎么做啊？这什么东西都小小窄窄的，洗手台就是永远就一个大巴掌，这个大很小。所以几十年前去过，同样几十年后也一样，都没有改进改善。他们个子都那么大，不知道为什么东西用的都那么迷你，那么小小的，所以呢又贵。那总共这样来回的机票住旅馆啊开销种种就花了3000英镑啊，去几天花了3000英镑，3000英镑就等于美金多少，4500块美金。那4500块美金就飞到英国这一趟的法会，学到了十轮金刚的戒律，学到了十轮金刚的戒律。那怎么样呢？我很仔细很仔细的竖起耳朵，拿起笔记，好好的要记录下来。因为师尊为什么不在西雅图讲，为什么不在台湾讲，省事多了，为什么要让我们花这么多钱到那里讲？一定有特别的，因为他有讲有特别的戒律要讲给大家听，这对于我们修行者来讲非常重要。如果守住这个戒律，就很快能够成就，那当然很吸引我们了。我们当然要听是哪一种戒律要去遵守。花了4500块美金，这以前我又特别修法回向，告诉大家你们要去参加什么法会啊？不是去报名，不是去买个机票飞过去就好，你事先要做足功课资粮补足的，你在这一场法会才会精神饱满，才会特别思路清晰，才会吸收师尊所教的，教了以后呢你还回去会马上运用实用，否则你就这样咻就这样过去了，灌什么顶都忘记了。然后呢在法会的时候哇打哈欠啊，睡觉啦，哇不专心啦，你去到那里就只为了要过那个翻，过那个顶啦，师傅还不知道过了没有，有没有灌过都不知道，那等于是白去啊，白花钱啦。所以这个都要事先学法去除你的障碍，你才能够去到那里真正的能够专心一意，精神专注去学习，去吸收，去消化的。所以我自己知道这一台这么重要，就修法回向做功德补助补福，然后才去的，准备好才去的，回向给自己参加这一坛十轮金刚特别传授的戒律，能够完全吸收记住，能够完全奉行不二，能够完全怎么样，哦，很努力的，好了去了。然后师尊就开示啊 OK 终于讲了，开示怎么还没讲啊，啊，终于开口讲了，讲完就没有再讲了，就结束了，就听到铃声，咕，有人带闹钟，大概事先师尊有讲，我讲多久时间要控制好，结果竟然有人是用闹钟去响的，这大法会，我第一次听到，全体都在看闹钟从何而来，手机都已经不得了了，还闹钟呢，啊，那闹钟响了，师尊就结束了。说那一场花了3000英镑4500块钱美金去参加的这个法会，就是十轮金刚的戒律，就是
不要与拜德的人在一起，不要与拜德的人在一起，十个字，$4,500，十个字，一个字450块，不要就900块了。不要与拜德的人在一起，每一个字450块，十个字一共4,500块，就这么简单。不要与拜德的人在一起，这就是十轮金刚的戒律。你跟拜的人在一起，你修行就不能成就了，你烦恼就不能解脱了，你身口意就不能清净了，你就不能在这个慧命的修持上顺顺利利能够取得正果了。什么叫做拜德？用白话文讲的嘞，很清楚很明白，听起来应该多少都有一点体会。拜德，不要与道德的人，道德你知道，拜德呢啊，说起真正的道德又不太会讲，叫你们解释还解释不来。什么叫道德？有德性是什么？那拜德呢，就表示没有道德啊，没有德性啊。那你们的认为拜德是什么意思呢？谁能够讲？举手，你们的感觉，什么叫拜德啊？狗妹啊，那么小声，我告诉你，我们紫莲堂的法师同门信众学生要跟我一样，声音又大声，讲话又多，不怕不怕害羞，这个广东话叫什么？嗯，怕吵还蛮好，就是这样，不怕吵，对不对？就是不怕吵了。那大同小异的，听得懂的人才会笑，听不懂的你看这会不会讲广东话的就以为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这意思，你们要跟我一样，说说唱就唱，说讲就讲，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人家这样说话你就冲出去啊，讲不停，他说大家都快倒了还在讲了。要这样子嘛，拜托，至少有点传染性啊。结果我都要逼你们讲，指明讲，你哦，有气无力才吐一个句话，拜托啊！你们听最多了，老实讲，你们任何人所听的故事、感应、开示，你们出去随口一讲，只要照抄我所说的照说出来，大家就给你拍手，因为外面的人没听那么多的，说不出所以然的。这是我听我们很多的同门出去的回来的回馈。他说随便在一个团体或是什么跟他们讲一下，他们说你怎么懂那么多，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哇，他们的屁股都翘起来，好得意啊。哎，都是在立位上在那边紫莲堂听的啊，只是转述而已啊，哇，他们就不得了咯。这是真的，很多人都这样跟我回应哦。所以我们这里听最多的人，你看讲到筋膜都让你上网去分享给大家听，否则哪里有说随便随随便便你的网络开示可以现在这样传的这样子。那昨天有个大肚子的只剩一个礼拜要生的那师姐 Hello 对不对，在哪里没有看到她来啊？昨天她说还有一个礼拜就生了耶，她来跟我讲我下个礼拜生，好，要注意什么。我说你要生赶快注意她肚子都小小的那么小，要生都看不出来嘞，而且是预产期9个多月的要生了，吓我一跳。那几磅啊，那肚子那么小一块肉，是不是？想当年我怀妙症是这样子哎，他这样子，我妙症生出来10磅哎，人家都说是双胞胎哎，难怪差一点死掉，生到差一点死掉你就只知道胎儿多大，还自然生，不是。不是什么啊？剖腹生，剖腹是比较好看，我切肚生，剖腹生啊，是吧？10磅哎，你要10磅多大？
我看我以前的照片，我看那个电脑上、网络上、杂志上、报纸上、那个书本上，那些现在的影星动不动怀孕就这样照一张照片，没有穿衣服的，露肚的，肚子这样像肉圆这样挤出来的，这样照好美美。我那时候怎么没照呢？妈，我就拼命回去找照片，那那个肚子才会吓死人了，那才美嘞，那才叫真正怀孕呐、啊！女人的痛苦就是要看那张照片呐、啊！啊，终于找到了，是穿衣服的，因为那时候都不知道，哎呀，要特别照肚子啊，给自己一个纪念呐、啊！我照那一张，肚子是这样子的，坐在那椅子上，肚子是这样子的，然后两个腿是这样子的。就这样子，那肚子这样子的，那张照片，就这样子在听人家开示，你知道吗？还坐在椅子上，哎，坐你们的垫子，哎，还不是坐这个椅子，哎，跟大家这样坐在那边同修，哎，你看就这样子个姿势，哎，竟然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同情，肚子这么大的大孕妇、大肚婆，还在跟大家同修，还在听大家的诉苦。你知道我一坐下去啊，要上厕所啊，啊，拉我一下，拉我一下，啊，这边也拉，那边拉，啊啊，这样拉，也没有人就推我屁股一下，啊，拉拉拉，这样拉拉起来，然后呢，哦、啊，也没有人扶我到厕所，我、哦、还这样拉拉，这样撑撑撑撑到厕所，然后上厕所，哦，又出来，又坐下去，又在听大家，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因为肚子那么大，会压到那个子宫很厉害，膀胱，所以三两下就要上厕所。即使没尿都有觉得尿意要上厕所，那是很辛苦的，那是很痛苦的。可是大家都是看上司啊，好像都觉得说我是无敌女超人啊，对不对呢？哇，然后坐下来没有差不多15-20分钟，来来再拉我一下，来来我用，来拉拉拉拉拉拉，那又看着我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到厕所，那20分钟，再拉我。这是什么人生啊！我终于找到那张照片了，好可怕、啊！那么大肚子，那是人吗？我还找到一间穿法衣的，法衣已经是很松了，我那法衣还撑到这样。所以，专程飞到那里，学到了这10个字：不要与拜德的人在一起。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的你的心智很坚强，你很高超的清白人格，你可以忍得住四周围给你很多的负面的诱惑影响。错了，我说过一个抽烟的团体，抽烟的地方了，不是团体，经常有抽烟的地方，不要说抽烟的多少人的团体，你只要站在一个人抽烟的旁边，你不抽烟，他那烟气啊，一直吐在你身上，你都会沾上、啊。你离开他，你心里认为你没有抽烟，可是别的人闻到你身上有臭烟味、有烟味，人家马上第一个反应，你有抽烟。你跟他讲我没有，谁会相信？你身上就是有烟味啊。什么意思？这个比喻，你跟一个拜德的人在一起，跟一个常常做错事情、批评人、造谣的人、分裂人性的人，走到哪里总是都会制造纷端的人在一起，常常在一起。你说你离开，人家的眼光看你什么？不会相信你是清白的，不会相信你是一个非常言行正确的。物以类聚啊。你会跟这种人常常在一起，表示什么？人家看你的眼光，你自认为再怎么样纯正都不可能纯正了。你已经沾染那个气息的，讲话、言语、笑容、批评，都差不多被影响了。因为你不排挤那一个臭味啊，你才会跟这个抽烟人常常在一起啊。你多少都接受他一下子拿烟出来之后吐在你身上了、啊，你容忍得了他的那一种洒泼、那种不正确的言行啊？
你说你能够支持多久？你看人看事的眼光也不一样。所以师尊会讲十人金刚的戒律，就这么简单。你只要跟拜德人在一起，你就完了，你就是破戒了。管你是多久，管你有没有受他影响，表示你接受他所发出来的这一种气场、这一种说辞、这一种做法、这一种思想，好可怕！每一个字450块美金，深深的印在我的心田里。我从那一个英国2年前出来，啊，花这么多钱，只学到这一句话：不要与拜德的人在一起，只要跟他们在一起。你听他们说不实的话，你以为你不受影响，错了，你已经犯戒了。因为你让他继续说继续做，改变不了，你又跟他在一起，你就犯戒了。然后你又是转达他们的意识给别人听，更犯戒了。你跟他在一起，你会消福的耶，你的福分会消除的耶。昨天那个昨天不知道怎么样，哪一根筋不对，突然哪里2006年的开示啊，去一张拿给我，我都忘了，他还记得2006年吧，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地藏王菩萨那一天庆祝他圣诞，他出来讲的话，以前菩萨都会下降说很多话了，我们就是当作翻译员讲给大家听。2006年8月23日，紫莲堂地藏王菩萨圣诞附魔法会，地藏王菩萨慈悲开示，主题不可说，不可说，副题什么样的业三绝都难消。好，这一场大法会虽然是周日，但仍然很多同门。下周日是什么？你是讲 weekend 还是 weekday？ weekday， 周日叫 weekday 啊？周末是 weekend。 OK， 翻译。虽然是周日，但仍然很多同门下班后赶来参加法会时，地藏王菩萨开示了种种口业的报应。挂号中的为地藏王菩萨之开示，莲花立位金刚上是为了大家明白菩萨的开示，详细地做了解释，全文如下。啊，地藏王菩萨说，对一个不是大功德的人，平常没有什么善行的人，没有修行实修的人，就是一般的人呐、啊，对他攻击、故意造谣、破坏打击的话，说不实的话，难为他人的，就是说令人误会他清誉的，影响他名誉的、清白的，一般来说让他的损失令他的名誉惨重的，怎么样子算呢？地藏王菩萨在说，他本来有10年的福分可以享受，会只剩下3年。如果一个人听信，譬如说你讲给一个人听，这个人他听到你说的，他相信你说的，他受到阻碍了，甚至于他继续再去影响传给别人，再去传播的话，每增加一个人就损失他做10次的功德。对一个实质利益他人，心心念念怀悲度众利生的人，你为了破坏而破坏，你为了嫉妒而破坏，你为了不平衡而破坏，你为了被人鄙低而破坏，你为了生气而破坏，你为了种种而破坏，是恶意、蓄意、刻意、预谋的，那受报会更大。就如100件功德事做之，抵销售抵之，你不够还要倒插500件。你听得懂吗？蒙叉叉，是不是太不白话文的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本来有10年，你一去做这样子的口业，只剩3年，20年本来可以享福，只剩下6年，30年可以享受福报，那等于是说乘3嘛，9年。所以你去造这样子的业障口业，
去造这样子的不实的话，你所做的所做就叫一直消，一直消，一直消。然后你传出去，让那个人再去传，你所做的功德，传一个人就消十件，那个人再去传给一个人，你就消多少件？你不够还倒差五百件。所以为什么有的修了越修越多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为什么？自己去想想看。地藏王菩萨2006年8月23号讲，你自己没有智慧去吸收这些问题，你还把你的误解去传授给他人，让那个人再去传，再去想，阻碍了他的清心，阻碍了他的慧命的修持，阻碍他的善念。你看，你不止挡了自己，还挡了别人，挡了众人。所以照他讲，很可怕嘛。啊、哦，所以这个是地藏王菩萨说，如此算数，每天说，每次说，就会消伏真业许多，未来的受报更大，下处地狱时还遇到果报是，就是说遇到遭遇到的果报是人间的50万倍。这地藏王菩萨说的哦，他专门管地狱的哦，他这样子讲哎，唯有喜忏，真诚的流露悔意，不再说是道非，纯净静语，纯净静语不说话，如果要开口，唯有善因佛语，化为莲花。朵朵莲花放光出去，芬芳出去。所以他就这样子，地藏王菩萨就讲，如果你自己真的有造了这些口业，还没有意业哦，还没有身业哦，只是一个口业而已哦，说了不当的话，或自己没有智慧吸收人家真正的作意 的话，你误解了他人，障碍了自己不算，还障碍了他人，你看看，好可怕！什么 email 给人家说是不好，当然算。你这让人家，哦 email 还多了一个深夜，守在这，传出去，对不对？啊、哦，传出去，然后你还在想，你还在想这个意思不好，再传给人家，哇，那更加了。口只是你在当下，这些人听到嘴巴声音出去，你还不只是声音出去，在场的听到，你还用这个字打成文字，再传出去，身体行为做，然后同时这个身体行为在做，意念也在想，然后再出去，然后不止这个电话再加强讲，身口意。啊，本来10年只剩3年，3年在做还道歉，还没有，所以为什么我就想得很奇怪？我们也是同样皈依真佛宗，同样照师尊的所教的方式精神在做事，为什么我们一直见证出来？为什么有人就是见证不出来？越修越问题越多，算他的。修行、出家、功德应该这么一段时间有改变啊，怎么会不改变还越来越差劲呢？越来越问题呢？我常常想啊，为什么？看起来他也有在做义工，看起来他有在捐钱，看起来他有在努力扶持啊，啊，法会有参加啊，回家有没有修我们不知道啊，那为什么呢？这是我经常在想的。你看，我不是一直常讲，我300块美金起家的嘛，很穷哎，穷到我自己穿的衣服要到深河社的跳蚤市场去租桌子来卖耶，蹲在那里拿个小凳子，戴一个帽子，人家有伞，我没有伞，蹲在那里大太阳，看谁能够过去，能够看我的衣服抖一抖，看多少钱卖他哎。来换一点菜钱回家吃饭呢。那时候我来美国是这样哎，啊不，到加拿大不是美国，刚移民到加拿大。
什么工作都愿意做，哎，只要能够赚钱，能够给我一个礼拜的菜钱，一家四口，婆婆、小孩、周师兄我，因为他失业啊，我刚到啊，我刚到加拿大移民，还存着这一种出国的美梦，第二天就被舅师兄叫去上班了，出去找工作了。我以为看电视电影是每个礼拜都喝鲜品，对不对？我还做了33箱的新衣服，绣龙绣凤的凤凰的旗袍，亮片的还十几件呢。冬用一次穿过，你看看，什么世界啊？移民来国外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都叫人家，你如果不知道到国外是吃大便的，不要去、啊，很辛苦的。你以为出国很好吗？以为满地黄金吗？没亲没气的。晚上掉眼泪哭一年半都没人知道的，一年半家里没有钱去买衣柜，都是丢在皮箱带来的皮箱的上面，地上的报纸。一年半家里房间没有放衣桶。有一天周师兄回来了，哎，你看看那垃圾桶旁边有一个3层柜，好像是人家丢掉，哎，来来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人晚上就把它拿回来用，否则丢掉，人家丢掉是丢掉。哇，你知道吗？他下班5点多，我就拿着饭，就站在窗户3楼，就看那一个垃圾桶那3层柜，看有没有人来拿走，不小心放那里，等一下要带走的，这样一直吃，吃到晚上11点半，肯定没有人拿，都没有人过去去摸一下看一下，就告诉说，肯定没有人，是人家要丢的。哇，赶快哦！所以我们就赶快跑下去，我拿2个抽屉，他。还一个抽屉跟桶子，赶快搬哦，像小偷一样哎！我们家终于有一个放内衣服柜的柜子哎，穷到这样哎，捡人家丢在垃圾桶的破旧的柜子放衣服，扑隆，那个板还掉下去的嘞！我还拿最下面的，还把它拿一个棍子去把它撑起来，不要这样子，衣服裤子掉下去，这个整块板就掉到地上。这样日子也在过，哎，好高兴哦！一直擦，一直擦，那缝隙一直擦，哎，我终于有衣柜了。这样的生活都度过，哎，为什么皈依个真佛宗可以改变？我今天还在告诉周师兄，要出来的时候，我今天的一切的人生都因为皈依真佛宗，根本上是莲生佛佛。修持真佛密法，听受他所教的去做事，去利益众生，今天改变，不止自己改变，我的家人小孩改变了，不是说他们赚多少钱，而是他们的心受到影响，现在大学毕业了，都还有要帮助人的心出来，我看到了这个影响力。我从小很少跟他们在一起，我都在跑外面的。他们仍然今天已经出了社会，观念还是跟我一样要去帮助人，不管是学什么，还是要有心去付出的。这个就是改变，这个影响力有多大，而不是赚钱都给自己放口袋的，不是就利益自己要做生意事业的，做什么都愿意出来帮人的，这个改变多大，你知道吗？肯定了我的小孩受我们影响，即使他们结婚有子子孙孙，都会受他们的影响。我的这一系列的子子孙孙都会向善的，都会求光明的，都会走正路的，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我这一生就够了。我就够了，这是真佛宗师尊给我的影响。别人说他什么，我绝对不会接受的，因为我改善了我自己，我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会立即的去保护他，去维护他。妙行那时候到北京大学去交换学生，然后在中间有到佛化的学院去就读，去学佛化，这当中他每天也跟着他们佛化的学生有个佛堂去修法，
那么人家就问他，你怎么会修啊？你的师父是谁啊？那他是我们指人学校毕业的，即使上了大学他照样也在修。所以呢他就很自然跟他们讲，哦，我的师父是卢胜彦，金刚上师是卢胜彦，根本上师是真佛宗。哦，他很自然的从小这样吸收的观念，就很自然的回答。结果那些佛学院佛化学院的学生，哇，每个听到他讲说，那是魔啊，那是大天魔啊，那样你怎么归魔啊，看你这么单纯，看你这么好，你怎么这样子，个个都要来跟他讲。他吓到，因为他从小到大的环境没有听我们说过师尊是魔，没有听过我们真佛宗是魔教，从来没有听闻过这些说辞。他吓到了，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么多人指他是魔子魔神，他马上借故外出打电话给我，妈妈怎么会这样，我怎么办，我怎么说，我从小到大都没听你们说过我们是魔，我们的师父是魔，怎么办，怎么那么多人说是魔。他问他们，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台湾或是哪里有这些有名气的法师到处去说，去流通这些录影带，在录影带里面都说我们是魔，这些都是很有名气的师父，显教师父，什么师父，所以他们拿免费的常常听，他们就吸收了，所以跟拜德人在一起就这样，他说什么你就受他影响了，也跟着说了，也跟着破坏了，他们没得分别啊，不知道啊。然后你看影响多少人，这样出去没有听过他，没有看过他，没有参加过他法会，没有看过他的书本，就跟着说他是魔啊魔啊魔啊，就这样。那妙行就问，怎么办，你为什么都不讲，外面的人对我们这种观感。我就跟他讲，你认为呢，孩子，你认为呢，你认为你从小到大你也去参加无数的法会，你也听过他开示，你也看过他书，你如果说他不知道，他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那你认为妈妈呢，你自己亲生的妈妈，你觉得我像魔吗，我的所作所为是魔吗？他说不是啊。我说那就对了，你如果认为我们不是，师尊不是，那就用你的感觉去说，不要我教你去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说辞，你自己的内心的话去说，才能真诚。你照人家的 copy 去说，你是假意。你自己东西吃了，这个东西是咸，是甜，你说的比别人真实。你听人家讲，你没有吃，你不知道的。最后你会收落嘴的。说过人家说了以后，你就没有话再说了，因为你没有经验，不是你的经验，所以我就不知道后来他是怎么样子的。我说就这样，电话里就跟他挂断了，就这样，说你心中的话，说你真实的话，不需要我教你，你自己的感觉最真实，就这样。所以每个人都有的，为什么任人说呢，没有反应说呢？我在对师尊根本没有接触的时候才刚皈依，马上人家就来跟我讲很多。我第一点就，你知道你这些所说的话是你亲耳看听的，你亲眼看的吗？我很幸运，我遇到了很多的好老师，在我成长的过程，这好老师并不见得他爱我帮我给我什么好处，不是的，我说的好老师是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他给了我影响我一生的思想言行的，让我主动去改变的，获益很大的。有一个老师，初中的国文老师，他讲了一个故事，大家都在听，我不知道他的学生有多少受到影响，但这一句话就影响了我一辈子，我从初中就受到影响了。他并没有特别对我什么样子
放我水，给我好成绩。只是他在上课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就改变了我很多的人生观了。他说孔子是中国人最大的骄傲。他孔子作为一个很有名的老师，传授了无比的知识给学生，给中国人。礼仪之邦是从他那边来的，尊师重道是从他那边来的。他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教我们做人，连眼睛亲眼看到的都不见得是真实，都不见得是真理，更何况不是眼睛看的。这句话我终身受用。他讲孔子的一个弟子，72弟子，其中的一个弟子叫颜回，专门是服侍他吃饭的。平常饭烧好，马上端一阵一饭一盛，就马上送到孔子的面前，第一碗饭就给孔子吃。可是有一次他烧饭，锅盖一拿起来，盛了一碗饭就自己蹲在旁边，就咔啪啪啪就吃完，再去盛第二碗才端给孔子。孔子亲眼看到这小子终于露了马脚了，还是有真的饿不过的时候，今天特别饿，你看还是想他自己了。所以呢，看他吃完端第二碗饭放上去，马上就教他骂他了。我平常怎么教你什么叫尊师重道？你看你还是饿不过吧，还是以自己为主吧，还是自己今天赶快抢着先吃吧。颜回一听到老师这样指教指正，这样子训责，马上很惶恐。老师不是的，老师对不起，老师听我解释，今天不是我肚子饿所以抢着赶快吃，而是今天我的火稍微旺了一点，烧焦了一些饭，我怕老师吃到焦饭，就把那些烧焦的饭，脏的黑的饭先把它盛起来，我先把这个焦饭脏饭先吃掉，留下的是一锅白白的浑浑圆圆的漂漂亮的饭才盛给老师吃。这学生就解释了。孔子一听，哎呀，当下就叹大口气，亲眼看的都未必是真的，何况还不是亲眼看的呢。这个故事我受用一辈子，我影响了我的人生观，我看什么东西我都知道很有可能不是真实的，在里面它有它的背景，有它的条件，有它的环境，有它的什么作为在里面，它才会做这个事。我们不要一下子就切断，就主观就判断，要给人家机会解释，要真正的了解为什么他这样做，而不是主观判断再去传，再去影响他人，再去误解。我说我遇到的好老师就是其中一个，他影响了这一个故事，影响了我一辈子。所以当最大的影响是什么？皈依真佛宗。我皈依的当天回来，这些好朋友过来跟我解释，千万不要啊，你皈依他就魔了，就完蛋了。我就拿我老师初中的，你亲眼看到他这样做吗？没有啊。你亲自眼睛跟他相处过吗？看过他吗？没有啊。那你怎么有这些故事有关他的呢？听人家说的。谁？你自己都会出错了，何况还别人传。这是我初中老师给了我这方面的正确的知识，以后我一直沿用到我成长的人生过程中，帮助了我减少很多的糊涂，误解人，误会人。我皈依的这师父就是我初中的老师给了这个故事，给了我这个，当一堆人在讲哇哇哇哇，十几个人在讲是真是魔，就我一个莫名其妙的每个故事都很多，哈了老半天，哈这样啊，哈那样啊。结果我就想到我初中老师说的孔子的故事了，这圣人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其他的人是圣人吗？你们讲他。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没有见过他，我没有，除了去问世那一天，
我不知道他，所以对不起，你们所说的都是他人说，连你们自己都有可能出错，何况还听闻他人，我要自己去求证。谢谢你们的关心。结果我自己求证下来，我没有退，我稳稳地站到今天，听他所说所教，今天走出来。我自己的穷困并不是我今天很有钱，虽然师尊跟大家讲我很有钱，你们要听得懂，再有钱也不比现代的这些首富啊。我们佛教讲的钱是什么？有钱就是有福人。我喜欢听这一句话，他是天底下真佛最有福的，我喜欢这样子听。什么叫做有福？众善奉行啊，大善小善都做啊，众善奉行啊，善行善念善语都没有停止去做，福才会多啊，福多就钱多的感觉啊，富态啊。不见得富太人口袋麦克麦克有钱呢，可是他就是福福太太呀。不见得有钱人就是福太耶，干干扁扁瘦瘦有气无力耶，东倒西歪耶，这是真的。你看我有一个亲戚，就因为他先生盖房子有钱，哇，每次一个手伸出来，旁边三姑六婆就倒了满地。红宝石、蓝钻石，什么石？什么石？几克拉？几十克拉？哇！东倒西歪，包括我妈妈一个。每次我跟在他旁边，看到那样子，哈，我都冷眼旁观。啊，就是一群这样子的人。有一天，他又戴一个好丽的手环，又出来。就三姑六婆又围一堆，哎呀，这个是翡翠呀、啊，哎呀，这是什么什么一大堆，你们猜多少钱？我就这样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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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每个人也没有脱给他们看，每个人就哇哇哇，我就跟在我妈旁边，又看他们演什么戏，啊，一个讲一个，哎呀，我猜是十万，哎呀，至少一百万，好、哦，一千万，哦，我什么来的？哦，各个就越讲，他讲到只有越讲越笑，听人家注入越讲。越大，到最后他就你们都说完喽，我要报告喽，多少钱呢？大家说多少多少，是不是太少了？有一个讲已经两千万了，哎呀，我再加一百万了，我再加一千万了。你他还这样弄啊？哎，这么有钱的人呢、啊？我要讲喽，大家都哦，我讲啊讲啊，十块港币，哇，又倒了满地，怎么有可能？就是玩你们呢，就是玩你们呢，十块港币，塑胶的，是啊，香港什么庙街那边地上买的，十块港币，大家讲到几千万台币，人呢，他有背景，他有来历，什么东西随便一指就嗯。画饼很大，人性，所以不实的事情到处都有，这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为什么会有臭沟油、黑心油，什么东西都出来，大家都没有良知良性了。所以我那一天在学校讲，你没有财布施，没有法布施，你从来都不愿意捐助，不愿意救困，不愿意赞助，你也不愿意去度人，去说法，啊，去利益众生。无畏师是不怕任何的环境，都敢去维护，去帮助这一种困苦、冤屈的人，去安慰这一种。这叫无畏，你不怕你的生命损失的，你的名利损失的，你就凭着这一种道义正义的心去扶持的，这无畏施的，不怕的，没有恐惧布施的。你这三种布施都没有，你是什么僵尸？哎，
僵尸哎、欸，啊，你没有看过僵尸，都是传说哈。人呐、啊，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一旦过去，就叫故事。这一生没有了，在听以前活的人的事故事，就变成传说。很现实的事，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修出那一种正行、正言、正心、正念。我走这一条路的时候，老天降下十五个字，我说过，我也唱过。我这一生当中还没皈依师尊，前两年是自己摸索的。我这一条路怎么开始走，老天就降下十五个字，心要正，他把正放在第一，心要正，事要专，做事情要专心，不能恶意。从事一个师父修法，做什么事情，一个公司都要专心专意，成立一个家庭，娶个老婆，嫁个老公，生小孩，做什么事就是专心专注专业，不要分心，心要正，事要专，物要宜，物质方面、物品方面适宜就好，适合就好，不要过，不要浪费，不要奢侈，品要得，性要柔，很白的字，还谱曲给我听。心要正，事要专，物要宜，品要得，性要柔。就这样子谱曲给我听，叫我每天重复唱，每天重复想，教好我这个人。当你做好人，你就能修好法了。什么都在其次，心摆正最重要。你没有正心正念，你就没有正言正行。那时候我刚走向这一条路的时候，被老天这样要求，做好一个人，心最重要。所以你们看我，虽然是一个女的，你看我好像是男的，做事情天天啪啪讲话。大概是从小的环境吧，五个兄弟的环境，从小也都很粗鲁。而且我们家的五个兄弟，四个学武功黑带，更加粗鲁。因为从小跟他们打成一团啊。我讲过了，我小时候为自己的生存，要在五个兄弟当中不简单的，尤其我妈妈又非常的重男轻女。哇，我妈妈那重男轻女，没有体会到的，不会了解的，真的是不会了解。我算是很坚强，所以我今天有这么好胜之心，很感谢。如果没有我妈妈这样从小的这么样特别的待遇，我今天如果把我照顾得好好，抱在怀里，我今天不会走路的。她就是让你丢在地上，让你跌，让你爬，所以你才自己知道怎么站起来，不服输。不输你这个五个儿子，你心目中的宝贝的儿子，我一定要读书比他们好，我一定要表现的比他们好，我一定要比他们更孝顺，我要比他们怎么样？所以现在就变成这样个性了，讲话那么大声，动作你看，哇，叫你往前面丢下去啊，跳下去啊，闲来也跳下去，都敢，就是这样子。我常常看那个耶稣基督被那些学生出卖。钉在十字架上，多少人信他，没有人敢去救他。我以前是基督徒，基督书院，我对这一个故事很不满意。我不满意耶稣基督当年被这样鞭打，用这样子的刺 的铁把它弄成花丸，去扎在他的脑袋里，让他血流满面，刺进他的肌肤里面当花环，竟然大家看着他这样鞭打，这样子残忍的对待，只能躲在远远的偷哭，躲起来，没有人敢冲出去。他的信众有多少？
这些信众手拿棍手拿菜刀手拿什么冲出去，这些少数的人敌得了吗？救他的师父敌得了吗？所以自古以前多少千年的都这么懦弱的天性，就可以知道这基因，人生的基因了。他受到他的教导利益神机有多少，遇到的事情这样大家都怕死，这种无畏师都没有。所以我那时候读基督书院，看着这样子的一个以前的历史，我非常不平衡。所以到了这一世，信了佛教，归了真佛宗，人们骂我们师父是魔，哇，我就当作是在钉十字架的感觉就跳出来了，拔刀相向了，走到哪里不允许了，不准你来批评我的师父。我不晓得开了多少这样子的会，多少走到哪里这样，只是不好讲结局是多残忍。不是我受伤，依照我的个性哪有可能随随便便就受伤出来的，绝对不允许你胡说八道。你说啊，你招他骗什么？你为什么说他骗子？你说啊，你招他强暴什么？为什么说他是大淫魔？你说啊，你给他骗多少钱？你说他骗钱？你说啊，没有啊，你都是听来的啊，看杂志报社人家讲来的啊，那你跟着起哄什么？不是无知无明是什么？我会力争的。我就想到了耶稣当年白白的牺牲的结局，就被他的弟子出卖，还不是外人哦，内永远都是内讧起来的，内乱起来的。所以我们如果这个团体有这样的人，我们只能雷藏寺要盖了。今天正式都在讲，这不是我说的了，我是受到蒂姆的影响。蒂姆说的话在哪里？那一张又跑哪里去了？在我的墙壁。那天谁给我贴在我的那个墙壁办公室？蒂姆在今年的台湾，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哇，我翻到我们很少结缘蒂姆，但自从师尊开始传蒂姆法，然后加拿大的菩提雷藏寺请我主持蒂姆殿蒂姆的法会，从那里开始。谢谢。2014年3月5号，我们举办蒂姆的法会在台湾。蒂姆那天出来很直接的讲，我们也没有请教他什么，他自己就讲，讲以后就讲了一句话，不共事，留在我们的道场，未来现在如果没有共同意识的不共事，不利他，不帮助人，不利益他人的人，不善者，没有良知、良心、良性、善良的人，不容许继续腐烂，不可以在我们一个道场里继续腐烂，迅速退出，不存留。哇，那时候他说出来我吓一跳，哎，因为人久了就有感情啊，即使知道他有错，他常常怎么样，但是就是觉得还要再给他机会啊，有些就有改嘛，永远都是这样子想啊，一下子就这样子给他铲除，心里会难过啊，会不好意思啊，会不忍啊。所以当蒂姆这样子的时候，是我照他的所说的说下来了，可是老实讲我真的很难做到，这是真的。但是呢，今年三月五号他说这些话，其实我发现到好像我没有照他所说这样做，越来越严。你看上次我不是讲了，要来回来迟到十分钟，叫我们第二天补100倍，补100倍，而且不能公款，
全部是参加的人，参与者在那一场人全部出。如果你供养一瓶香水，你要100瓶，这样你才会得到教训。你不用百倍的来处分，你永远都无痛无痒，不会改的。多可怕，多可怕！不然说了这么多，永远都是皮毛，永远是空气，永远是屁话，都没有改进，都没有改善，都没有改正。我地母好严哦，任何佛菩萨都没这样。我地母是金母的妈妈，她是怎么样教导出金母？金母，我同情你成长的过程。但是今天有金母这样的，就是有这样子的母亲。所以地母讲了，不共事。你听到左右前后在讲话，不实在的。你自己心里有一把尺，听到的不真实的，马上要告诉他，马上要告诉他，马上要纠正他，是为他好，不要让他一直堕下去，到最后没药可救。是谁害的？是你。听的人，姑息的人，又不敢反对的人，就害他了。好。所以给大家尝试啊，知道原来2006年就已经讲了，现在几年了，8年了。我不知道早都讲了，我们还在这边晃来晃去。所以这些讲这么多，活菩萨都不说，因为讲了没用啊。就要像地母一样，花100倍，哇！我永远记得我拿出100瓶香水，你知道多辛苦，捧那个就重死了。一次法会一瓶，一个月来给你4坛、6坛、10坛吧，我们这里算多了。你也要1年的香水啊，你一次就用完，单单那个投资的钱就不少。你一把香，你要100包香，100包的香，你就永远记得这一个教训。我们下次就这样教训大家，以后你永远就记得你付出惨痛的代价。我现在永远记得我要回来的前10月份还9月底，哇，这一次迟到10分钟，这一堂不算，明天重做，罚100倍。地母啊，地母真了不起啊，地母。十轮金刚同样，不要与拜德的人在一起。我们就是有一个只能学校毕业生，去到大学读，就是跟拜德人做同学，住在宿舍里，受到影响，去偷学校的书。他们在比赛，谁不被抓到？没有智慧判断。就去偷了，偷了摄影机照下来，没有人来抓，好过瘾，好神气，好了不起。他不差那个输钱，就是刺激。所以这拜德的人又跟他讲，再去偷，没有被抓到，更加的神气。又去偷就被抓了。这就是跟拜德人在一起的结局。所以如果那时候有这种人在说话，旁边有人有无畏师，这是不对的，不应该的。即使没有被抓到，一辈子都是耻辱，都是肮脏的人格。就是没有人敢讲，敢阻止。所以这社会为什么会这么糟，这么乱？告诉大家，我以前还会3-2下，我还会擒拿，我还会手刀脚刀，被我兄弟逼的，一块木板厚厚可以切断的，可以踢断的，你要不要试试看？我踢你看看。所以我才会长得这么样子。我说过，我在初中的时候，我那样子走路，我的鞋子整排是马蹄的，
马蹄的那个铁，人家是马蹄根已经不得了，我还在前蹄，我两个一坐，咔咔咔咔，我就这样走，全校就这样看着我，多神奇啊！那什么人都敌不过。我初中一进去是全校最高的，在我那一班，初三毕业是最小的，没长高啊，因为这身材的基因太烂了，所以那时候进去就老大姐啊，你怎么越来，为什么每个都比我高啊？可是因为个性很像男的，自视自己有几把刷子，所以就是不怕任何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帮派看上我，要吸收我，约我晚上十点半在操场见面。我还翻宿舍出来了，因为十点关门，我还爬墙翻出来，身材利落，不像现在骨头有问题，业障现前了。翻出来要跳，我可以从二楼的树都跳下来哦，砰！个人一个女孩子赴约，一二十个帮派，龙虎帮。叫我加入，看我的表现很好，欣赏我，要我加入。我加入有什么好处？一有事情，我们全部可以保护你。我想，我都要保护大家了，还要人家保护我？我心里马上这样回应：我要人家保护什么？后来他们讲很多好处，听下来，我知道了。我告诉他们有一个条件。要我加入可以，有个条件。他们说什么条件？我要做老大。哇，我那时候没被打死已经差不多了，那么小就敢这样说话，我要当老大，我要当你们的老大。你们同意我就加入。哇，我那个气魄你知道吗？现在想想不得了哎。各位不要说小孩子了，我说才初二哎，初二是几年级 ？Grade 8。Grade 8就有这种气魄，就像今天在真佛中被东倒西打，哎呀，煞煞水了。结果他们当然不要了，还有人要追打我，那不能答应我就不能参加了，这条件讲不拢就不能参加了，我就回头就走啊。哇，他们就要追，如果你告诉警察，你告诉教官，你就怎么样？我就回头对他们。很献媚的一笑，你们这么看低你们吗？你们那么看低你们吗？什么意思？你们今天就是看得起我才邀请我来，你们以为我会去报，这是看低你们，看低我的心啊，看低我的眼光，我就笑就走了，没有人敢追过来，连去报都不屑啊，这些小屁屁。每个人都被我手刀踢刀脚刀踢死了，那时候才念几下就这么狂，我如果那时候念多一点的话，哇，现在这社会老大是我了。太过那个气太过强，五个兄弟养出来的，所以今天劈什么劈枪什么劈马单枪劈马走江湖，我叫做单枪匹马走江湖。我国小五年级的时候，跟我妈妈要一双芭蕾舞鞋，我妈妈不肯，她总是什么东西都买给儿子，就是不肯买给女儿，连我要读大学都不让我读，所以我才会读基督书院，便宜的，没有人要读的。所以呢，我的前途没办法，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长大。我要那一双芭蕾舞鞋，要表演。我没有芭蕾舞鞋，都穿球鞋。我又跳得最好。我的小孩有跳舞的基因，都是来自于我的。这是真的啊，你们看，这是真的。可是我妈妈不肯买一双芭蕾舞鞋给我。我要表演，我没有一双芭蕾舞鞋，都是借的。借的人的脚没有我那么合脚，他跳得很痛。所以我自己本身就把我存了很久的存钱筒寄破，拿着那些零钱走出去。小孩子没有车，就只晚上就走出去，
中华路那边去买去找，找不到，也不知道哪里有卖专业的芭蕾舞鞋，所以就回家了。回家很长的路都是没有灯，就被盯梢了，就两个男的盯梢我了。我小学五年级 grade five 女孩子，长得很高，长得也不错，在没有灯的地方一直追一直讲话，我知道危险，但是我不能跑，我不能表示慌张，四周围都是荒凉地，我就跟他们搭讪讲话，他们一直叫我去他们住的地方，有更好玩的，怎么样怎么样吸引我，当然知道不可以去，但是你怎么摆脱他，你是一个小女孩，他们是两个大的，所以我们就一路走，我走到有光亮的地方，啪，马上就进去，跟在卖冰店的、卖吃东西的，马上就进去。我就开始借由这样有店，你不出来，至少可以躲过他们。这都要反应的，从小就要机灵的，反应很多事的。然后你就叫吃的，结果这些人在外面等不了，就进来跟你做同桌。你知道你绝对不能再走出去，走出去就完蛋。为什么？他们拿一把刀顶着我的大腿，叫我现在起来，马上跟着走。刀子弹簧刀就出来了，顶住腿了。可是因为很多人在店里吃东西，他们两个当作是我的朋友。你能够叫吗？有刀顶住你的腿，顶住你的腰了，你只是小女孩耶。这个时候我说好好好，等我吃完。可是永远吃不完，因为我一直在叫，对不对？叫牛肉面，叫馄饨面，叫阳春面，叫炸酱面，叫干面，叫什么面？他店里面有什么东西都叫，什么冰都叫，摆得满满的。那拖时间啊，就拖时间。他看我，他们看我这样，我说我吃完就去，就走，就跟你们走。然后就跟他们聊天，你混哪里的？你是哪里的？用那种行话跟他们说话，因为我的兄弟以前就是这样行话，所以我也会听一些。我他们看我，哎，小女孩一点都不惧色，我这真的是有一点背景哦，有不知道是不是真正踏到死地雷 ？OK， 所以他们就撤，就到外面躲起来。我知道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了，所以我就问老板娘。我跟老板娘，老板娘收盘子，老板娘说，我说老板娘，你帮我看看刚刚那两个男的有没有在外面，我在小学五年级哦。他说有，躲在那个大树下。我说老板娘，请帮我打个电话，这两个男的是帮派，是坏人，是不良人，他刚刚拿刀顶住我的腰跟腿，要我跟他们走，请你打电话给我的家人。所以老板娘就打电话，一下子我家人就来接了。如果你傻傻的、害怕的，各方面三两下就完了，还今天还坐在大家前面嘛？所以这冥冥之中是有菩萨在保佑，是有你的因缘任务在这一生中。这是什么？一个人真的很多方面是要累积起来的经验。也很感谢以前小时候我的环境，这个培养我这样子的一个，以前很认为这些兄弟的这种霸狠，其实造成了我的淡定的这种反应。但是最重要，一个人如果正，正确的正，心思正，心念正，言行正，我相信老天会帮助的，老天去扶佑我。太多的人生的命运故事讲不完，但是今天走到这样子，很感谢，真的很感谢老天选了我，始终都要让我度过，各方面都让我度过。所以无知无明无智的人所传的话，请你们要用你们的智慧去判断，去维护，一定要有这样子。因为你让无智的人，无知人继续说去传，就害了他们。他们不像我的背景这么样强，我九岁父亲就去世，九岁父亲去世的人不多，在那个时代，不要讲这个时代，我父亲一天看两三百个病人，
几乎三分之二都不收费，那一种环境是大家捧着的，走到哪里大家是捧着的家庭，人家还没得吃没鞋子，我是坐车子去上课的，用人16个的，在家里这样的家庭，父亲一倒什么都没有，世态炎凉，人生马上就知道，九岁就体会人生的世态，这样长大了。所以从小就历练很多很多别人没有历练的，世界上最亲的人死了，原来只有靠自己了，自己怎么成长，自己只有自己才知道。所以今天走向这个佛路，体会很深，这种无常体会太多了，成跟败，得跟失，有跟没有，刹那之间，所以很适合我走修行的路来告诉大家。所以再一次回到原先点，十轮金刚的戒律，我用450块换来的一个字，一个字，一共十个字，不要跟拜德的人在一起，不要存你有任何机会去改变他，而跟他在一起，他会影响你任何措施的言行心律，啪，不管他是父是母，啪，切割。你救不了他，你还跟着他下地狱。告诉大家，这是真的。我爸爸死了，我妈妈拼命的教我们不要再行善，不要再助人。你爸爸助这么多人，结果还是死了。所以人不要行善，你看他做坏，做件坏事来活这么好。我不听我妈妈的，我照样去做。我不认为那是我父亲行善事的报应，一定有他的原因。幸好我没有听我妈妈的，不要去做善事，照样去做善事，从小做到大。我感谢我父亲的早死，不是他的教导，牺牲他的生命，我不会换来今天的录像。如果今天我父亲在，不得了哦，我今天哪会看得到你们的任何失意的一面、痛苦的一面、疾病的一面，我会有心去帮？不可能的，我的眼睛是长在头顶后面的，谁能够惹到我？不一样哦，我的脾气就是从小也有一点点影响来的，非常的霸道的。那时候小时候父亲疼爱嘛，家里父亲医生嘛，以前60几年前是贫穷的台湾，我那时候家里多有钱。今天父亲死了，什么都没有，很现实。所以人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会没有，一下之间没有，我体会过了，不是永远站在高高的顶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下就没有。我的体会是生命没有，人不在，就什么都没有。所以走上这一条路很淡定。昨天两位师兄姐 OK 有癌症的太太，马上接下去要生小孩的，刹那之间这样子一个不同的故事，一个怕死亡或是会死亡，一个马上新生命要出来，你的心要怎么样一下转，看淡这些事情，看对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就是这么一回事。人生的交替，活着是到底要什么？早一点立定方向目标，即使是老生常谈，还是要让大家不断的去提醒、提示，不要跟拜德的人在一起。只要说影响你心里的，没有正确言论的，会让你负面的思想产生的行为、言语说的、做的，你就知道你跟错人了。
而且他说的那样子的表情怨恨，今天这样，明天这样，下个月这样，明年这样，几年后同样这样，你就知道惨了，你跟错人了。他一点都没有改变，他都没有去转化转变他的心，他没有放下他心的结，他的压力重量石头一直背，要压死自己的，还同样要把石头分一些去压别人。我不要被压，我不要压死，马上要极力切割。我们讲修行，修行是要不断一直修改行为的，结果都一直没有改，你就知道错了。跟拜德的人在一起的结局，昨天金母讲，你们有一个很好的解说员、宣传员，所以昨天他被说到没有办法留下一根他的浮尘，从我那一个房间到达这里，一根浮尘这么长的那个浮尘啊，那个白白那个啊，现在就在我们的紫莲堂的屋顶，你们随时一上来，只要喊一声愿意忏悔、愿意消业、愿意除病、愿意除障、愿意怎么样，你只要跟金母求，金母请你的佛尘这么长，一下就把你挥倒了，所有的脏马上就洗干净了。昨天金母跟我讲，他说你们有一个很好的解说员，很好的一个宣传员，很好的一个要打动佛心的。是啊是啊，你看看都没有跟你们收半毛钱，你看看。所以这一根现在还在，这个浮尘啊，他手上那根浮尘啊，现在还在这么长哦，不是就手上这么短短这一节哦，这么长哦，他把握哦，随时随地只要合掌，金木我很脏，请挥洒一下，这里的这里这里这里痛了、啊、酸了、啊、对对，甩一甩、啊、好脏啊，甩一甩、啊、抖一抖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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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头痛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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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金母的佛神当扫把，然后求